就这根了，好，请公子做好准备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别着急啊。你等会儿，我练习一下啊。来吧，好，请点鱼。 请公子继续，我选选啊，你看啊，我就想要这三条鱼，这个你对吧？你最起码来一趟，你别白来啊！你看这条线，我给你捋啊，你看那根走，眼神别乱，哎，全绞在一起了。公子，好，请公子做好准备。 请公子保持余不能落地，有嘛难的呢？这玩意儿，这下子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我跟你说，请公子继续，啊，你就顺着剪吧。我可太聪明了，我跟你说吧，哎呀，有嘛难的呢？ 哈哈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吧。这条鱼，我本来想挺有综艺感的，没想到啊，他没给我机会呀！他呀，来吧，公子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来吧，你就来吧。后面掉地上了。哦，公子，您的五次机会已满，一共可以带走五条咸鱼。 好，太棒了！我要去招人了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有这么多鱼，我还招不了人吗？<笑>他们已经招着了。我们可以去争取的。这，得回府，我都要都来。我起灵早了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我们的显示呢？你们你招了多少人了？我一个没有，一个没有。来吧，咱们这样吧。这个以最高的为主啊。这个，林公子呢？哎，两个钟。 两个钟，我呢答应给他四条鱼。你哪有四条鱼啊？哎，你甭管，我这你没有，你怎么你赊账不行啊？我马上我就挣去，我咱先谈好了。你先挣去，懒汉相亲的你，你先改好了呢再来吧，要不？对，你忘了是我是谁了？我记得你叫潘富，我是非淑芬吧？这是个老节目了，这个。 哎，老综艺节目，那怎么办呀？你先说五个吧，好吧？四个吧。丁公子他出四个，你出几个？我给五个。你看人家，你也没有啊？你不也该账的吗？不该账啊？不该？你看看。哎，不是你现在游泳容易就一条鱼都没有了呀？哎，炳哥，咱玩会儿，炳哥，咱玩会儿，炳哥不带这样，你是不是得好好说话呀，弟弟？ 弟弟，咱是不是得好好说话呀？郭哥，那你在人家家是不是说话得客气点？乖，我乖。炳<笑>哥，你是给归谁了？我归你孟哥了。几条鱼就买走了？炳哥压根儿我就没给鱼。对我们俩，就是我们俩一对眼神就来了。哎呀，嗨，行吗？你给我们仨一打包价，要不？嚯，还是得挣钱呀。<笑> 好家伙，我梭哈了，你这有多少我都梭哈了。哎，我们仨都弄去吗？对，他梭哈了。孟哥，你出去吧，孟哥。咱先定个码，好吧？寻一副找一主，行，言简地，行，专出辣子鼓，来吧，快点吧。片儿没有免费的馅饼。哎，<笑>你先梭哈，你要看上谁了？大林，就看上他一人。不，他不打包还有俩呢吗？对，因为他们俩是我的门客。 门客的门客，他、啊、我这是这么截胡来了啊！坐屋里截胡来了。门客的门客，管家，逐客。好，哎不，酒换，咱俩聊聊吧。咱先这边聊，咱聊。哎，吃完空调走了。这个你现在没发现，咱门客比他们这公子有主动。咱们身份高。对，因为他们得央给咱。对，这个我听说他这儿有找地儿能学习能充实自己。对，咱先赶紧学吧，自己学的更厉害了。 咱把咸鱼弄到手，对，咱就有咸鱼，咱就能学去了。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咸鱼就能学了。我不是你别套关系去了，<笑>我们跟人认识，我现在不但博名利了，我要继承家业。我要。哎，狼牙哥那个是你师傅，不是你有血脉相亲的。
你怎么说狼牙阁那跟我没有血脉？为什么淡泊名利？这味儿就背后有这个关系。那是不是咱俩就现在就可以走了？我跟你说，其实这样的，咱可以先投奔孟哥，然后呢，咱不是他给咱鱼养着咱们，咱有钟吗？现在孟哥有一问题啊，他没鱼，只有钱，钱有咸鱼。人家先挣钱去了，咱把他咸鱼啊，甭管多少，咱那咱先在老秦那儿，咱就先同意，咱先给公子弄走。秦公子，秦公子，哎，不对，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们稍微聊一下啊，我们稍微聊一下啊。这吹完空调走了，咱要不挣鱼去吧，咱先签个合同，来吧，咱现在任务就疯狂的给你们挣鱼。对，咱手里有钱了，咱就全来了，他们对，全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全来了。哎呦，来闲事了，太好了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招贤纳士呢。你现在是跟人小妹儿、哎、跟人家混了。哥，您怎么样？你这手底有几个人了？我现在就一个人。您准不准备在我这干？哎、你要在我这干呢，就签合同，咱一块儿去挣鱼去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您要多少条条鱼？你是怎么要的鱼啊？我们俩人商量好了，他是一条啊。您那要是半个的话，也没法半条啊。那也一条呗。行啊，一条啊，一会儿咱就签合同。义堂君，郭冷公听说您收到了门客，哎，特意让我们哥俩过来给您送钟，给您。我们需要先把门客登记在内。对，一个钟，一个钟，丙子半钟。如果说这个大丙子离您而去，这个钟我们就要收回了。哦，钟就收回了。所以说咱得拉拢人心嘛，得对人家好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师哥给我打伞，哎呦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受累，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哎，等会儿，应该的。行吗？方公子，哎，不，公子龙公子，公子龙，哎，大南，怎么了？想不想好给我几条鱼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赢四个一条鱼，他就跟我走了。你这要太多了，我给不起。不是，他们一开始太难了，你要的太多，他给不起你。这么着，我要两条，你欠我一条。行，那能先给我一条吗？我先学习去。那不行，我有鱼，但我不能给那么早，哥。不是，你怎么没明白呢？我们想让你的钟多的话，声望多，我们得自己去长能耐去。我能保证，在我三个钟以前，我是属于你的。给鱼行吗？我能保证这个。给吗？给。好，三个钟之前不许走。我保证，只要我不升仨钟，我之前全是你的人。那您呢？给我一条就行，先，或者你欠我一条。你能保证不走吗？哎呀，我会走吗？我，你看我的眼神，不是和你现在就想走，他现在就想走，我往哪儿走啊？行吧，谢谢您。来，公子，来给您，给你公子打着啊。对，行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学习去啊，我去于老师学习，别忘了啊，我不走，我保证啊。怎么着？甭管怎么着，咱先有货，咱先看看嘛意思去，对不对？义贤君，你就是义贤君。我这个府呢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乐大乐大的，看出来了，干大呀。对，这是管家啊。欢迎公子回来。来吧，坐吧。咱们别坐了，在这研究研究吧。想干嘛？我们仨人，你开个院。我梭哈了，梭哈了，都给我们了。对，行，那你在家等我们吧。嗯，我们出去给你花钱去。你先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，别，我们点一下，上来先花光了。这你看吧，六条七条吧，好像是六条，行吧？行，咱先，我们先上课去，先上课去，抓紧时间，你先挣鱼去。我们上课是为了更好的为你服务，懂吧？你挣完了，赶紧找我们来。对，走吧，咱们快。走。你等会儿吧，他来了。哦，走。哎。大姐呀，没有啊，不等会儿，我们不都已经跟你了吗？我给你拿着，你先聊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着。你跟我，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。不对，啊，来找个阴凉地儿，来，咱这样啊，啊，就是你们什么计划？不是，我们拿着鱼不得学技能吗？啊，对吧？我们学技能，然后呢，更好的为你服务，
你们没有公子是跟谁去学技能？我们跟你了。对呀、啊，跟你不是，你是我们的公子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懂吗？回去吧。我们拿你鱼就是你的人啊。啊，对不对？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哎呦，走吧走吧，快点，好远。拿了鱼就是我的人。这是狼牙哥，这个，对啊，教我们学习一下。坏了，他们正学着呢。他没咱鱼多，死哥。坏了，赶紧来人，快赶紧问。别教了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师傅，你看你这搅和吧，我都教完鱼了，我都。鱼子。哎，各位好的，鱼子老师，哎呦。我那听说从您这儿能学知识。对了，我们能学技能。你们仨是想学？对，都想跟您学。先跟我们家童交上一个这个一条咸鱼，就作为进门券。进门券。您这把鱼交给他，然后，哎，对，都交完了，来吧。那就跟我到二楼呗。哦，好吧，又高级了，上楼了。哦，师傅，于师傅，我可听说了。这个说每家公子都掌握着三门绝学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个相生相克呀，其实是四个才能形成一个闭环。对了，所以说我们还短一个。所以呢，你们就得从我这儿抽取一个。明白了。我们这个秦公子啊，他就没告诉我们咱家有什么绝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也没告诉他我们要干嘛去。王公子告诉你没有啊？王公子就给我条鱼，你走吧。你们怎么那么废物？这公子。主要是公子太废物。对，不是，我是觉得反正也是抽，咱就抽吧。不是，哪怕抽完了，这也是你的手气。哎，对，如果要是还连不上，形不成闭环，还得再来，那就是这次就作罢了。那就是你们手气不行。行，如果要是连上了，就证明从我这儿学到东西了，也得到技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来吧，各公子请抽一下。我来第三张，是个好数，三三见九。胡搅蛮缠，我要第四张。第四张好，我来第一张。口吐芬芳，这好啊。最后一个就是我的了。哎，好，我这是什么？据理力争。嗯，我喜欢。都得大音牺牲，就喜欢。哎，我让我牺牲，大音牺，对，就是让我牺，让你熄灯，再见了。好，再见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呢是一项技能，哎，但是这项技能的使法是这样的：首先，你得把这张牌给人亮出来。哦，亮出来以后，你要跟人使一个姿势。我们这儿有家童，让他们把这个姿势交给你们。好嘞。那我们先叫第一个大音牺牲。大音牺牲，在发动变数牌的时候，要说出这个技能的名字，也要做动作，比如说大音牺牲。你快你尝一尝，你这是我是那牺牲那个大音牺牲。对，这是大音牺牲的变数牌的动作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胡搅蛮缠的，来胡搅蛮缠，来胡搅蛮缠。哎，这个简单。胡搅蛮缠是吧？哎，这很好学。还有一个据理力争的动作是据理力争。据理力争。对，行，可以，我这样行。然后第四个是口吐芬芳，口吐芬芳，口吐自封。哎呦，别脆啊，别脆，真脆了。行，您没说这相生相克呢，谁克谁呀、啊？大音牺牲克据理力争。你来了，你过来，你上这儿 来。我克你是吧？你克我，对，我克谁呢？据理力争克胡搅蛮缠。克我、哦、胡搅蛮缠。胡搅蛮缠克口吐芬芳。克你。口吐芬芳克大音牺牲。啊，你再站那边去，你再站那边去。对对对，那站那边就对了。哎，对了，然后完我再站这边来。对对，这是。然后你再站这边。咱不是有病啊？这是。你们累了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吧？我这个在您这儿怎么能加钟呢？这已经加上了。我们还有三种特殊技能。学会了才能加钟。那这个绝活怎么跟您学？也还得再教。也是还得再教。哦，这赖我们一开始没说在头里。我想学绝活。我们想学绝活。那个也是一个鱼可以学特殊技能。哦。我们仨还有三条。那是可以啊。四哥你没有鱼了，可以先出去给他们三个继续玩。出去。这就不能再学了。我得先去跟那公子聊聊去，是吧？哎，跟他们说说特殊技能有三项。我们可以每个人挑的不一样嘛，对吧？特殊技能每次只能传授给一个人。哦，行，我们学一个。那你们挑一个人学呗。那蔡丁壳吧。啊，来，我出这个啊。你出这个。我出这个。那我出这个。行，好，来来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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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看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人不听话，就说墨迹，你这玩意我得赢你们俩了啊！来，我也得赢了。蔡丁可，哎，行了，你看我赢了，叔叔，你赢了，教你白马飞马，学的是这个。白马飞马的动作是这样子，白马飞马，嘿。看了吗？这是谁的绝活啊？刚才是不是你赢了？四哥，四哥赢了，四哥，来吧，大林。哦，我还就展示一个。那当然了，给让开。健身鞋，健身鞋，这是展开了啊！来来来，来了啊！白马，飞驴，飞马，飞马，这不是这招能干嘛呀，师傅？这个特别好，这一招将反弹对方使用的任何变数。对，哦，反弹，这是最高级别的。他给你使什么招数，你这个的，你都反弹过去了，你都给他怼回去。哎，但是唯一一个就是每一局，这个只能使一次，这技能啊、哦！我跟您学完这个。绝招之后，这钟不加吗？加一个钟，加一钟。对，给你加一钟。谢谢。